听到那个声音就觉得你超夸张。今天的行程是要来帮头发补颜色。让大把大把喷一下，喷一下就好。可是定型液又分很多种。你就买这一罐就好了，这一罐是最好用的，所有的发型师都买这一罐啊。堵了吧？这是台风的雨耶！我现在叫了车，但是他还没有到，然后我也不想要走出去，谁要走出去啊？好险，我现在已经顺利坐上车了，外面雨真的超大。抵达目的地了，觉得自己前几天都很幸运，就是这种下大雨的时候不用在外面走。我现在来找我妈，然后晚上我们要一起吃饭。你怎么知道我没吃东西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是说我是你的贵人嘛。我喝手屋面线。下大雨，这苹果也太小了吧？甜，很好吃哦，时尚性的。我妈在练的书法。今天去造型室，主要是补了一些颜色，然后试了一些头发的卷度，还有造型什么的。因为我们之后可能会有一些 MV 跟照片的拍摄，那希望提前可以把我们想要呈现的视觉都做一些讨论，以及它执行的可能性。这样之后就不会有那种手忙脚乱的感觉。然后我觉得今天明明就是这几天最轻松的一天，可是我现在却觉得好累哦。我决定要睡个午觉。现在我要跟我妈去吃饭，还有跟一位我的长辈，我妈的朋友，她是一位护士，而且听说我出生的时候是被她接生出来的。认识35年的朋友，真是难得啊！朋友不用多，有一两个知己就够了。拜拜，慢走，谢谢啦，谢谢。吃饱了，我们现在走回家。吃太多，现在要来运动。哇，天越亮，好亮哦！真的耶，好大、哦。